各位標迷你哋好啊！又係我冧翻七 watch 豬仔，咁趁住有少少時間咧，標迷未上嚟咧，豬仔偷少少時間咧就介紹今日第三隻要介紹嘅手錶啊！咁鏡頭前面呢一隻咧就係一隻limited edition 啊，精工嘅石英機芯，但係一隻限量版嚟嘅。咁咧佢就以呢個航海大慶祝呢個大航時代30周年咧嘅航海紀念版嚟嘅。咁好特別啊！你見到佢咧就係一個棕啡色嘅錶盤啦。咁跟住做咗個古銅色嘅錶殼，舊化嘅錶殼啦，再配搭咗呢條舊化嘅真皮錶帶咁樣嘅，成個 pattern 咧好靚，棕啡色錶面襯金色嘅點綴啊，同埋咧有呢個世界時間嘅，你見到咧3點位置咧寫住 Seiko 嘅，有個招牌啦，咁啊做咗光身嘅，做咗瓦身嘅，瓦光身嘅。一個字釘啦，精工嘅字釘啦，佢招牌下面寫住 Well Time 世界時間咁樣嘅，跟住咧就3點位置一個日曆窗啦，咁呢個日曆窗咧就係豬仔比較中意嘅做法啦，係啦，就係呢個日曆窗，就係咧佢有一個金色邊框喺度嘅，金色邊框嘅日曆窗，咁啊黑盤白字嘅，有啲層次感啊做出嚟。咁你見到呢啲細節位咧都做得好特別嘅，例如咧24小時嘅時區內影圈啦，就做咗一級嘅，就金色字嘅啡襯金、啡撞金咁嘅。跟住咧啡色個 dial 都另一個放射性嘅啡色嘅放射性紋嘅錶盤啦。咁上面咧12點位置呢度咧就係一個世界時間嚟 ，GMT 時間嚟嘅，亦都用咗金色嘅針啦。上面一個地球嘅暗花喺度嘅，而呢個6點位置咧一個地圖嘅暗花啦，跟住咧就係 alarm 嚟嘅世界時間，而9點位置咧就係呢個秒針盤嚟嘅，做咗一個放射性紋都係秒針盤嚟，用咗羅馬數目字嘅金色嘅羅馬數字點綴啦。咁啊，再睇下個錶殼啊，近鏡嘅時候就睇到一個舊化感嘅錶殼啊，呢個錶殼都有啲裝飾嘅，你見到咧個錶圈位置咧都有一點點嘅裝飾嘅。非常之靚啊！再同埋咧，你睇下幾個小圈咧，都係有呢個。你睇下呢個幾個小圈咧，都係有一個金屬邊框嘅，框住佢有個金屬邊框框住佢嘅，係啦，非常之靚嘅做工啊！咁你睇下啲細節位啊，其實佢黑度咧都每個黑度咧都有一個金色嘅點嚇，金色嘅金屬點喺度啊！好細緻嘅做工，咁你見到個時分針同個秒針咧都係唔同形狀嘅。時針咧就係一個中間有一個圓點嘅光身咁樣嘅，個分針就係一個劍形嘅分針，而秒針咧就係個秒針頭咧就係 GMT 針嚟嘅，就白色嘅。個末端咧就好似咧呢個沙僧嗰個阿叉咁樣嘅，沙僧個武器咁樣嚇，幾得意嘅個做法。咁個錶冠咧就擺咗3點位置啦，亦都係個錶冠都有啲設計個形狀，亦都襯翻古銅色嘅。好啦，我拉遠少少俾大家睇下先。好，咁啊錶帶方面啊就係用錶殼方面啊就係做咗呢個舊化感啦嚇。咁亦都錶腳位置都有啲裝飾嘅點綴嘅，你見到除咗古銅色之外嚇，錶腳位置咧都係做咗一啲裝飾嘅位啦。好啦，試下功能方面先。咁咧撳掣咧，嗱你見到咧我一撳咧。撳去 Tokyo 咧個 GMT 針咧，依度其實個24盤嘅 GMT 咧就指咗 Tokyo 時間嘅啦，已經係嚇，而家差唔多5點鐘啦，香港時間咁啊，所以咧日本時間差唔多6點鐘嚇。咁我譬如我試下去翻 Bangkok 咁樣樣就4點幾嘅啦，3點幾，差唔多4點係啦，差唔多4點啦，見到16點啊嘛嚇，就係咁樣樣用個 GMT 嚇，非常之方便嘅。跟住咧6點位置咧個 alarm 嚟嘅，可以設定一個鬧鐘啦。係啦，咁設定呢個鬧鐘咧，就係要靠呢、這個錶冠嘅。咁我先搞時間先，拎起個錶冠咧，佢係一個50米嘅防水啦，用咗呢個5T82嘅日本精工自家機芯啦。咁呢個石英機芯咧，一般嚟講用到3-4年時間嘅，時間誤差值咧每月咧就正負15秒，係啦。咁好啦，剔起咗錶冠之後咧，就有停秒功能啦。我哋向上轉動咧，半粒咧。半粒就教日曆嘅，一粒就教時間，一粒就會停秒啦，教時間咁樣。咁半粒咧就教日曆嘅，試下半粒先。係啦，教日曆咧嗒嗒聲嘅，係啦，鏡頭都應該聽到啊。
嗒嗒聲嘅。好啦，校完曬之後撳翻入去得㗎，一個拉推罐。咁、那個形狀都幾特別㗎，除咗古銅色之外，錶帶方面我哋睇一睇嚇，錶帶方面咧都做咗舊化感嘅條錶帶嚇，非常之軟熟嘅條錶帶就有啲裂紋嘅舊化感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係十個錶窿，唔需要打嘅通常都。咁錶扣咧做咗皮嘅油環啦，錶扣都襯翻古銅色㗎嚇，一個。古銅色的針扣上面都有 Seiko 的字樣啦。睇埋個錶底先，20mm 嘅皮帶啊，裏面寫住咗嚇。錶底咧好靚啊，寫住 Limited Edition 嘅一個嵌入式的底蓋啦嚇，就拉絲花紋嘅，同埋中間咧，因為慶祝呢個大航時代30周年咧，就有一個帆船嘅 logo 喺度嘅，跟住寫住30周年嘅5T82嘅機芯。日本機械機，日本嘅石英機芯，5巴嘅防水啊！好啦，反翻正面先。呢只錶咧就豬仔好耐之前咧都推介過，如果好鮮嘅錶迷咧就可能會睇過嘅。但係最近就翻到兩隻貨啊，停曬產嘅呢只，因為係啦。咁豬仔推介咧同之前個分別不大啊。講埋個 size 先，40mm 嘅直徑啊，40mm 嘅直徑，而厚度咧就10mm 嘅厚度，係啦。咁呢只錶咧就係一隻航海主題嘅錶啦，所以 well time 時間啦、鬧鐘啦、GMT 時間啦，咁咧同埋佢一隻特別呢個限量版啦。成隻錶咧就唔算好大隻，因為個粒咧都比較細。佢雖然40mm 嘅直徑啊，但係佢粒咧就比較細咧，所以望落去咧只錶都唔算大隻嘅。試下俾大家睇先，係啦，佢個粒先得45。咁所以咧，成隻錶咧都算細只嘅，試下拼上去俾大家睇。咁戴上珠仔14.8cm 嘅手腕咧，都唔算好大隻，幾靚啊，幾有型嘅隻錶，幾特別。好啦，中意一啲特別主題嘅手錶嘅你咧，就聽清楚啦，珠仔推介1998，同之前爭咗10蚊到嘅嚇，咁啊匯率嘅影響啦，咁啊其實一樣嘅個價錢都1998，咁啊包咗一年保用，同埋咧嗱。冇咗個特別盒啊，因為呢隻貨咧就係冇，而家已經停咗產嘅。豬仔揾到全新錶兩隻咧，就只得翻一跟咗一個精工普通盒大盒，跟住同埋一個說明書保用證咁樣都有嘅嚇，有翻保用咁啊1998嚇，都比出面平啊！我打埋個 model number 喺度自己 search 啦嚇，我冇搜尋，都應該出面賣到停咗產都2670蚊。咁啊，中意呢只錶嘅錶迷咧，豬仔有兩隻現貨嘅，兩隻現貨嚇。有興趣嘅錶迷可以喺手錶概括內容下方嗰度，有豬仔 WhatsApp 電話去 WhatsApp 俾豬仔又得，打俾豬仔都得，話俾我聽你想佐敦點攞定荔枝角點攞嚇。豬仔有兩隻現貨嘅，1998係啦。咁啊，如果有興趣嘅錶迷咧，就可以揾豬仔啦，係啦。同埋中意呢只錶嘅錶迷咧，就記得俾個 like 贊下豬仔啦。咁啊，講埋個鬧鐘點搞先啊，剔起半粒。咁點樣知道剔起半粒咧？嗱，剔起一粒咧就會停秒嘅。嚇，剔起半粒，我哋而家剔起半粒，剔正半格之後咧，撳住個鬧鐘掣轉一圈，一定要轉一圈先安㗎，即係要超越咗而家時間。譬如而家係差唔多5點啦，咁我哋可以校5點鐘響咁樣。咁你撳死佢又得，逐格逐格撳又得嘅。嚇，校到5點鐘響咁樣，係啦，咁撳翻落去。就中間唔好剔起個錶冠咧，咁就突然間會響噶啦，會響鬧嘅，就係咁樣用嘅個 alarm。好啦，最後睇多次個 dial 啦，好靚啊，啡色撞金，再加埋古銅色，同埋好特別呢只錶，送人自用都好得體。好，1998，中意嘅就盡快揾我啦，多謝曬。